下午三点开始到现在，我看一直警车都没停过。哎、啊，本来我们店生意很好啊，他今天生意怎么样？阿姨，不上班了，有的来上班，然后暂时又回去了，又被交通车载回去了啊。你讲金宝电子啊？对啊。金宝电子今天有停工吗？原本是看有来叫的，临时公司通知啊，来讲今天就是停止上班啊，所以他们都回去啦，坐了交通车回去啦。